小心！ 谁知道啊！我看了，没有。咱们应该不在海龙堆了。开了这么久，都没有见到新的雅丹，不对劲。吃糖不？啊！你们看。 进关了！哇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夜空啊！哇，关内的月亮好大，西西离我们好近啊！哎，咱也没看见这入关的什么门啊啥的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咱们一会儿先找路，找水，有水就有绿洲，有绿洲就有人。我把车检查一下。
期间。知道你想回去，但现在不是找不到出入口吗？放心啊，真有危险会顾着你的。你别逗我了，我都看明白了。你像刚才那种情况，再多几只的话，谁都顾不上谁了。我懂。那你找我干嘛？我想变强，还来不来得及？来得及，三步。三步。给我拍一个。第一步，你要真觉得自己强，再弱鸡都要觉得自己强。第二步，你要给我装出气势，你打不了，你也给我抢、撕、掐、抓、踹。你知道气势可以吓跑人的，懂吗？懂。懂。我说一遍，吼。吼。撕、撕、掐、抓、抓、抓、踹、踹。吼。抓。撕。掐。掐。抓。抓。踹。踹。你打不了。你给我抓出来一点血道道也是好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第三步，你就是真的强。七姐，我想直接选第三步。